月月，人家哥哥姐姐人家孙子玩意了，你还不接他住嘛？嘿，你不给我说啥子话？你不要了嘛子话嘛，换个冰坨坨嘛。你不要把人家小娃儿叫错了，人家那个叫冰墩墩。这个字读墩吗？我认为读坨，叫冰坨坨。昨天有很多人就在那问我，喊我送那个冰坨坨，冰坨坨。我说我这儿又没下雪，咋子会来冰坨坨嘛？没得。那就把那个啥子那把刀出来给我弄哈，快点儿。等一下，这灰灰，这擦就擦得满身都是。我来砍，看到你抓脚抓是那个样子哦。哎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去看看你的字是咋子弄的。哎，划不来，这扫描我给你拿过来了，照着画着。哎，你写在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你这三天扫描就长到这身了啊？你不是只给我三张图吗？这我给你三张图嘛，它是要分了几天长一下。哎呀，哪天种下去了，然后几天发芽，然后几天又长好深一下。哎呀，有个间断性嘛。你这个生长过程，过程的程是种么子写啊？不晓得咋写。哎，你不晓得咋子写吗？你问他嘛，我都不晓得咋子写嘞。跟你这差都差不多，嘴巴连起来，高头是个口，下面是个网。三个。哎。好了，咱自己弄了，我就做汤圆了。啊。这做完成了就没得了，听到没有？今天元宵节，整个彩色汤圆。你把南瓜切整起下来了。哎，这南瓜好老的，黄生生的，越老的南瓜越甜。这南瓜把它切成片片，蒸的时候它就成块。先把南瓜蒸起，再把白的糯米粉来抓出来。妈妈，哎，浇水的浇咋子写呢？这边是个浇，这边是个啥子？我还是不晓得搞你，你就问哥哥嘛。好，我就问哥哥。再切点火龙果，整个红的，把这果肉挖出来。哎呀，你这火龙果好红哦，看着就美。把它刮干净点，不要可惜啊。再把这火龙果捣成泥。人家有些是只有汁儿，这火龙果嫩贵的活的。把这火龙果捣碎要不哈，把这汤圆粉加进去。先把它和着下来，再放手抓。这火龙果和出来的颜色多好看，现在紫色的了咋样？你这火龙果没有弄米米的，看到黑黢黢的，要再来和一个白的。看看那南瓜怕没有？怕了，拿出来和起。你这南瓜都烫，那能一只吗？妈妈，我不和你一起做汤圆儿。你做就算了。差不多哟。差不多了就来搓嘛哈，你站管嘛站管，等下给我倒粉粉儿。好。倒嘛。倒嘛，搓重点嘛。对呀，倒倒，再倒。今天爸爸把老鼠给我带进来。好。来了。给我倒到一个猪去。真的，我少跟你说一句，哪儿倒得到一瓶嘛？你喊我倒一瓶，还能倒过多咯？那再倒个瓶瓶，是一哈多咯？你要不信，看一哈。笑，就是你。奶奶可以搓了吗？搓嘛。是不是这样子搓，合不合适？搓圆的嘛。在炉子里头加点冰糖，那能酸的。大点的要得鱼。哦。你看你嘞。那个跟那个毕竟是鲜明的对比，是不是？嗯。搓整个。好，这搓起搓起就是，搓快点量，它就搓的也不一定要很圆，反正它搓起球球就要的。好不好耍？好耍。好耍吧。嗯。搓的那么煮起。那你搓的放在盘盘的，我等一下放在锅头就是。妈妈搓的直接放锅头了。钱是不是好了哟？对呀，等下我再把那个火弄过来，这边更好看。妈妈，嗯，现在我是不是嘴很好看了？嗯，那我给你煮起下来，可以，值得表扬。看来你还是有煮饭的天赋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红的搓出来多好看哟！哎呀，对。你的汤圆包汤圆吗？你看这是不是很好看的？嗯。好的，春儿，把碗筷拿起，我把汤圆拿过来吃了。好了。好了。铺起来没有？这不是铺起的吗？你晓不得啥子叫铺汤圆？啥子叫铺汤圆嘛？哦，算了，不跟你说，儿等你吃完了才跟你解释。好了，关火。回来喽，另外的喽。来呀喽！哎，你就啷个出来？又看你们说你的哈。我咋没去？好，老王要去吃。
这个小碗是我的。少要点，不要点多。我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弄，我来高科技。要攒多，攒多饭。恭喜发财，好运常来。红包拿来。再刮十五岁，这个年就算过完了。对，你一个二个的作业，你两个不管，你两个晓得做完的，我从来是做完的，就是你。那跟你去抢我就太亲，人家月月搓的汤圆的是吧？嗯，哦，汤圆搓怎么搓匀，表没表匀的？就妈妈搓的。他们你也说，哎，你还嫌弃妈妈？不敢，完全不敢，好吃，好吃温呐。快吃，下去去拆切，我给你准备了灯笼的。谢谢奶奶。这汤圆真的是好吃，还没不爱冷冷清的。就是这种小点儿，不要加糖了。这老子的老婆很难。这菜的嘛。好的，妈妈。嗯。我们这套菜不是应该悄悄咪咪的吗？真的。畏畏缩缩的。我这叫拆切，不叫偷切。